优美温柔的嗓音搭配原住民元素的图腾，桃园市原住民文化会馆结合世界客家文化博览会，以寻觅城市里的记忆为主题，透过原民与客家艺术家的合作，展现这片土地上不同族群的故事与火花。那因为我们都知道桃园市是多元族群的一个城市，我们请两位艺术家在这次展览特别把展出城市的记忆，那有声音的记忆，有影像的记忆，有它很多对于不管是城市也好，部落也好，或者是所谓客庄也好，有它很多的文化连结。现场的展览是由卑南族艺术家米类马法六与客家音乐家钟兆生的合作，透过声音、影像、图腾以及语言，让更多人寻觅在城市中与族群相关的记忆。哦，因为我本身也是原住民，然后我现在是读设计系，然后学设计画画这样，然后想说可以来看米类老师的设计，然后当作参考灵感，毕竟因为自己本身灵感不足，像是我自己是泰雅族，那米类老师的泰雅族其实是黄色的，但是我们平常对泰雅族的印象其实是红白黑，所以这部分会让人家还蛮去想去好奇的去了解说，哎，这个布到底是什么族？它每一个设计都是从每一个族的特色来去做设计，对，就会更了解哦，原来这个族的元素是哪些这样。民众也表示，为了找寻创作的灵感，特别来看米类老师的作品，既有展览原民的元素，感知与文化记忆的组成，更了解原住民的族群特色。原视新闻把杜宇明、迪弗洛安、台原大西采访报道。